粉丝做客豪华海陆端出来，奖品美食我都要，不然绝对不回家。阿妈刚讲香吗？来来来来，阿弟用张嘴在那蒙。阿妈，你吃辣吗？哎，这个哇！阿妈有卤加卤刷水不？食香香啊，甜甜啊不？那个是我的爱哦。何笃霖快人快语，炮火四射猛开枪，观众厨师频频中弹，卖家拍咪啊！这个节目不要太常看，越看全家会越怕。连摇赢，直呼全名。做人不要这样，你应该哎，好难选哦，晨晨好了，长得干干净净的哦，手脚也是黑还干干净净。我曾经也白吗？苦果，干嘛要变成苦的？是苦的，是苦的，是苦的。你猜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新男生日你拿奖，观众大奖挑战赛。是大这个生日啊，周年庆，一个月的庆祝活动的最后一集了。是，过了今天这一集，各位，好，我们就回归正常，死气沉沉了。你怎么这样说？刚好，因为庆祝了一个月，每天过年也不是办法呀。哎呀，你总爱打折加点数，对不对？庆祝活动还依然继续进行呢。哦，是哦，优惠活动啊，还有还会持续一个月，还是会有，就没有一个月也帮大家申请一个月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些厂商啊，锅具厂商、刀具厂商，你们就认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再走一个月，还是要送。这个一个月里面，我们特别请观众报名，是跟我们一块到棚里面来庆祝，对，然后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好料，对，还可以拿奖回家，对，好啦。听说今天呢，我们五位朋友啦。哦，这位观众朋友呢，从中部上来啊，不得了啊！他们有人听说明天还过生日，这么巧，哇，很棒哎！你们的观众应该都是属于好命的，开心的，每天看吃吃喝喝的。命是不是好我不知道，但缘分好，我们缘分快了。我们的观众不太一样，我们观众一来节目都是老师，我就快一年吗？你搞不好。那是诉苦的，改运的是不是？嘿，气氛都无改。哦，你们那边诉苦的，我们要享福的。五位观众出场！哎呀，来，请，这是美丽的电影，全部数出来，没有一个等你们出来。看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节目不要太常看，越看全家会越怕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福气啦！一家三口，一家三代，三代同堂，爷爷、奶奶、爷爷、爷爷、家、奶奶、妈妈、女儿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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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另外一边是这个情侣，是夫妻，我们是夫妻。你们知道他们看到名字？甜心人生呐，哎，好好甜啊！是从台南来的吗？我从台南来。哎呦，难怪那么甜。你刚刚是知道还是猜的？我乱讲的。被你猜中了，真的。好厉害。哎呦，看我们节目看了超过十年的举手，好不好？哇！你家没有在看呐？哦。节目都在看吴师傅啦，就看以前那个美食风味，对不对？哦，下午时段啊，是不是？你在哪，阿妈就在哪里。阿妈的厨艺应该也是不错吧？对啊，做菜。我搞住啦，我北住的。哦，北住的好吃啊。阿妈，你看电视，看这书咧煮菜，你敢有想啊？都哈麻烦，丢这炒炒的就好啊。你有用啊？你无阿妈做对无？系啊。我到啰嗦呀，我太麻烦点，对不？这样想哦，对啊，你为什么破坏我们忠实观众的感受？啊，不过我来讲，这师傅煮了真正就好吃，好吃对啊，料理常济，各行拢有掌握，掌握。师傅是师傅，师傅是白啦，师傅是安尼。
黄庭筠比较少看我们节目，今天也是陪着长辈来了，对不对？辛苦你了。我很常看哎，我都看那个母氏流啊 ，YouTube 直接走菜。哎，庭筠啊，学生就好好念书啊，不要去看。啊！大奖就给你们看到那一大奖那一桌子，应该就可以优胜奖，一整桌赢的就让你带回去。来自五家都五的呀，我们三个是一个，他们三个是一对，我们是一对。现在你们要选边站哦，啊，好不好？赢的猜拳，赢的人选边站。剪刀石头布，哦，看阿姨要选，阿姨要选我这边的，哇，你们双一哦，嗯，不假，上次带来宾输我。哎，真的吗？林瑶莹，林瑶莹，直呼全名。做人不要这样，你应该选，你应该，哎，好难选哦，晨晨好难。人家都还没问你话，还没讲完，这都你是有那么爱他是不是？再气，再生气，再选我，再气。好，那个，你还要教人家？嗯，好难选。再问一次，再问一次。好了，我们再演示给他看了。哎，好，你演赢，你要选哪一队？嗯，好难选哦。配合度好高，人生好难。我们来试选一下，晨晨哥。哎呦，甜心人生就跟他们一组。我们的人生就会变甜了。连吃两段之后，然后再换我们两边做菜给你们吃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加油 ，OK。嗯，来忙进第一阶段的超神时间课赛，欢迎 Max。我们的来句上山下海住一晚的这个他哦，他也是目前受到瞩目啊，长得干干净净的哦，手脚也是黑还干干净净，曾经也白吗？哎，人家可是上过棱线的人啊，能登过山的哦，晒黑的山友，晒黑的晒黑，很有为很有为的年轻人，是是啊，带着地道菜，菜名叫做奔放异乡川辣牛，味道川菜。异香，异香，异香不是异香哦，它是那个香味四溢的异香。哦，我以为是不同的乡下那个异香。异哦，人在异乡为异客的，不是，是那个异香。奔放异香川辣牛，是的。目前在做一个小动作，待会就知道它干嘛了哈。目前在烧着，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厉害。是那个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来，你们亲眼看哦，真的是五分钟。我昏金哦。他努力，就算有时候超过也是一分钟了。甜心，甜心，你一定要吃到，你明天生日，你今天一定要吃到吗？来，我们先把蒜白下。谁明天生日啊？甜心啊，哦，你明天生日啊？刚刚好。25还是28？好，28岁。28，28岁是不是？那你一定要吃到哈。哦，这宴客阿妈，经常人客来时，哎，就烦的吼，个人出去玩，夹得饿啊。你看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很单纯啊。有牛肉片有没有？买都是现成的，蛋豆腐，这蛋豆腐吧，蛋豆腐，你都不知道要做还是哦，然后要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哦，要开始了，先下来，然后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烙铁，然后慢慢的去烙它，让它表面有香气，有没有？好，几袋垮掉掉不？啊，这刚刚满这样子哦，满清十大酷刑，那就很像熨斗啦。哦，那用熨斗可以吗？用熨斗的话也可以，但是可能温度会稍微要再不要跟他互动，忍不住啊！观众会不会真的以为可以？不然我们光为一个豆腐要买一个这只哦，用熨斗可以的话，不用了，你在下面也可以自烧。这只应该不贵啦，但自烧熨斗比较贵，就电这样子豆腐的部分，它上下两层就会有一个香气，那就上色了。对。它有点结合我们的豆花牛跟水煮牛的一个概念哈，豆花牛跟水煮牛，对，哎，你这锅里都没放油，你就这么靠的？对，因为待会的话，其实那片叶子是不小心掉下来，它一定要稍微的有一点断生。Max 啊，有观众来会不会比较紧张？会，有一点紧张，感觉出来我有点紧张。今天表现跟平常不太一样，高级一点，因为他平常在山里面做菜没有那么多人，对。这道菜是要在山里吃的，对，一般他在山里面做菜，对，他一般在上来怎么上山下海住一晚呢？山上海边当什么人？没什么，哦，就是现拔出什么菜就做什么菜，是不是？概念上是这样，就地取材啊，但其实也是很多工作人员帮他们扛上去。不要讲出来。而且我去露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很无聊，还真的说龙虾泡面，一人一只龙虾配一碗泡面，真的有哎。有些人去露营还看到人家带整只帝王蟹的。真的，对啊，还有战斧牛排，有没有？你加了什么？这偷偷摸摸的加了什么？蒜末跟姜末哈，蒜末一汤匙，肉要来，一大汤匙的蒜末跟姜末，跟用那个黑麻油，黑麻油对不对？牛肉很多哎，妹子，你被美糊啊，你被美糊啊！哦，我们抓一点点的蛋，一丢一丢，对哦，观众来哦，你慢点哦，被美糊啊！你
要给他压力啦，你让他更紧张了。妹子，卡球哎，卡球哎，卡球哎。好，我有一点点紧张哦。大家希望看到你在五分钟之内表演完呐、啊，但是你尽量好不好？啊，来，东西还是要熟哦。可是牛肉其实可以吃。你要做快一点，不然台湾黑熊都来了，被黑熊吃掉了。这个时候加都给压力，两匙的辣豆瓣炒香一下。哦，最喜欢辣豆瓣了。啊，你有花椒是不是？有花椒的话，因为今天有阿妈在，所以我就不要那么辣，我最后再呛。阿妈，你有下香吗？还没下。阿妈有下香吗？给酱吧，给酱，给酱。哎，问安尼啦，阿妈你有下菇吧？不，来，然后下一点高汤。菇啦，菇啊，滚滚的高汤。哦。嗯。滚滚的高汤。这边开始有声音出来，是水煮牛吗？豆瓣的味道比较浓，内行。目前还没，因为它的干辣椒也没下，还没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干辣椒我们最后在最上面，刀口辣的话我们铺在最上面。你是用呛的是吧？对，有水煮牛的效果是吧？对，没有很油，目前没有很油，现在超香的哎。因为现在水煮牛大概在台湾都会把它调的没那么的油哦。对。它在四川是不是真的没有放水？原则上是没有。它的水煮牛的道理是什么？是你油冲进去之后，因为它的肉里面会带点水分，就有点像放在水里面这样啵啵啵，其实它整锅都是油，是油泡的方式啦。油泡啊，油泡，只放油。牛油吗？牛油有沙油也有啦，但牛油是比较好一点，比较香。对，你这有抓烟嘛？对不对？有。那有上粉吗？有，有上了一点。哇哇哇！那为什么今天比较不用那么？最后一分钟，怎么那么快？妹子啊，出结婚经验你干没苦？我今天真的不行。你啊，干没苦？你的龟壳控得干拉拉的，紧紧啊拉拉的，安尼袂熟。生的啊，你干没苦？妹子，加泡妹子。妹子，快叫我来呢。给他泡一下哈。还够一点呢？还够一点呢？要创啊？卖偷嘴。来试一下先。加油。哦，你也秀得准啊！太烫了，妹子秀得准啊！刚才不错不错，牛肉生一点也好吃。对，没关系，不用太熟啊。今天要起，剩不到一分钟起一个锅哦，要呛那个油。对对对，那个对，这油这样油这油量够吗？这个再多一点点好了，太少了，因为最后其实还会有一个呛油的动作，所以一开始不要那么重，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糖调个味道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安排。时间还有三分钟。对啊，阿妈，平常在家里哪有客人来，灶卡都在无用，到要死。外口一句话，讲巴肚只枵的只枵，你会生气无？我着上紧张啊！你讲咧？哦，你看那个滚起，哇，这个哦是这样，沸腾的感觉。对，它的锅很热啊。哦。哦，咕嘟咕嘟咕嘟嘟，哎，最后呛的那个一定要。阿妈敢讲香吗？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！阿弟用长腿啊，他的门。阿妈，你吃辣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看这个脸不行啊。对，怪怪的。怎样？来，一点点的这个，然后少许的香菜。哦。要呛着啊！那花椒味什么时候进来？这时候进来。对，这时候进来哦。那你要不要滤网啊？要。滤网，在后面。我是不是浴室啊？型男演技王经由猜拳之后呢，那他们就决定先演， yes. 对吧？甜心猜赢了啊、哦，他那吃的是什么？有一个人喝的是正常的黑糖水，两个人喝的是黑醋，黑醋落差也太大，黑醋跟黑糖算一个甜。先看谁最浮夸的，来何独林，啊，盖子放后面，你这一看颜色就是黑糖水啊，哎，他们都调的一样哦，哎，对。要喝完，一杯喝完。哎呦，哎呦！表情看不出来。享受。太多了。出马要走这一路是不是？你三个都要走这一路吗？汤姆四个。这太难演了吧？我演不出来哎。好来，再来。第二位想要看谁？第二想看谁？周文轩。周文轩，没有问题。走一个，
哦哟，嗯，都走这一路了，就对了。嗯，甜的身体，身上还会加冷笋一下，好甜哦。Very good。今天走这一路不一样，走这一路哦。哇，姆斯哥不好演了。还没有学到这一段。来，浮夸的第三位詹姆斯，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完了，血糖指数升高了，血糖指数升高了，要去打针了。哎呦，这组不好猜哦。你认为谁喝到了黑糖水？我觉得是詹姆斯。詹姆斯喝了黑糖水。我也觉得是他。哎呦，干嘛？为什么？詹姆斯吧。哎呦，詹姆斯，阿玛，你再跟他打一次，阿玛过了，阿玛过了，过了。来，这一家三口，包括这女鬼，都认为是詹姆斯。对，不要这样。都认为是詹姆斯，一家人。阿玛吧，你去喝他的那个。你们舍得让阿玛喝吗？詹姆斯那个。这也是詹姆斯，对不对？那就喝詹姆斯那一杯。真的很会猜。波浪开朗，你看没？喝下去，来，喝。完了，干，来，完了，啊，一口闷，啊呀，生干，甜不甜？甜，什么？酸的，酸的，哎呦，对不起，萱萱，好来，你猜谁？萱萱是不是？那你要喝萱萱？我没在怕，叮狗叮，扎了，不行，就生了，太酸了，你看观众都喝完了。拎到拎啦，真的很酸了，真的是他哦。丁烟呐，拎到会小块会翻身啊。好啦，欠揍，猜错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这样我们就吃不到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叫叫叫，让我们体验一下型男的苦茶到底有多苦。招牌苦茶。啊，他们这组太对啊，让你们看一看电视节目是演真的，很多观众都说我们苦茶是假的。对啊，是哦，啊，阿妈唔咖喱嘛，我咖喱丁，我帮你丁，我帮你帮你。阿妈，你真正好啊！可以挖丁，麦克风。赞赞赞！好了好了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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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这组太会演了，来来来，演的可以，往里面转，来。敢吃辣的呢，我们就在上面再加，是不是？口辣椒再撒上去。真苦哎！对他如果不敢吃，他说乱真苦哎，真的苦。吃一下这个感觉，那个菜干干，哎呦，关另外拍水阿妈。哇，有的哦，等一下你到做人客，哎呦，你看我那吃呢。哎呦，我讲就好吹啦。没得哟。好，吞吐一个。好好吃，好欠揍，好欠揍！哦，够烟没啊？够烟呐！努力够欠揍，感觉怎么样？那个肉很滑嫩，哎呦！对，但是那个粉又不会裹太厚，哎呦！然后再配上那个辣度刚好，对，配上青菜就会有点解那个辣，然后但是就所以就反而不会觉得花椒很辣，花椒的麻香还是有吧？有，有香气，但是不会到很辣。它等于是像涮涮锅，有没有？你涮出来的肉，但是你吃的时候呢，嘴巴整个鼻腔嘴巴充满着川味，很老猪腩嘛。某菜一点下，一下过来，家都没听到。漂亮。第一道是肉，第二道是海鲜。哦耶！好不好？有请吴秉辰师傅。这海鲜大家都吃过，可是现做五分钟做的内容就应该没比较少吃。菜名来一个，听听看，霸王海鲜粥。哎呦，海鲜粥，海鲜粥，北中南东部西部也都大概吃得到。你的特色大概是什么？霸王意思是说里面会放了一个大沙姆，沙姆、沙姆、中卷，然后虾子、干贝、哇、蛤蜊，该有的都有。做一个五分钟之内搞定的一个霸王海鲜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边先预热的是什么？就鸡高汤。鸡高汤。哦，这个鸡高汤。五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来，一开始的部分，阿妈，这道价值五分钟哦，吼，也别真，别个，别个超过哈。蒜头、葱花进来。蒜末、葱花。跟阿妈又特别喜欢看她做菜。来，这个放进来。哎，你要讲海鲜，台南可是很多海鲜哦。沙姆肯德基啊，哦。哦，台南海鲜粥也是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阿妈是台中人呐。来，这边白饭，这边好，跟鸡高汤先进来。都下，都下。
就打它会膨胀。大我都饿，是你比较饿吧？我饿死了，都吃不到。对啊，刚睡醒会。待会我要好好吃一点，我要吃一大碗。不是你加什么姜丝吗？加一些姜丝进来。哎，你刚刚是用什么油？为什么那么香？香油。香油。啊。油。哦。好香哦。哦，手脚真利落，帅啦帅啦！来，可丽这边放进来。阿妈眼里只有你，阿妈眼睛都是爱心，眼里没有海鲜粥，只有阿妈。阿妈平常哦，吴秉承做菜哦，动作不要多了，给你看多了。哎妈的，够拿我，给点力啦，给点力啦。因为这个要需要时间呐。好，因为粥进来它会降温。阿妈哦，阿妈的样子好像少女哦。腼腆腼腆，追星族的感觉。来，胡椒粉。时间过了一分钟。盐巴，因为他的做菜经验很丰富了，所以他的调味啊、流程都非常准确。很精准。锅子把它烧热，好，你们常在我们节目看的就是。虾仁那它大尾哈。啊，包括连中卷都一样。哦，这大盘海鲜。啊，今天有客人来都给的特别大。大片一点。用干酪的方式。哦，这个真的超大片。真的哇！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在去年他在节目里面示范了他们澎湖的小卷米粉，三倍一流啊！我觉得台南的小卷米粉不见得厉害哦，可以哦，真的吗？大家都厉害哦，大家都厉害哦！不要这样子哦，不要因为是啊，他那是真的做的太好了，他真的做的太好了。好，这个须须的部分就放进来啊，他的脚脚掉在外面了。须须为什么放不一样的地方？其实我第一个我这边没空间了。好，那须须其实它耐煮，就干脆把它煮成高汤。好，就放进来，这边就用干酪的方式。哇，你这个要干所有的食材都在熟的刚刚好的状态。对，所以这边在干酪，这边在等它回滚。那我今天是用白米饭，哦，有北风，所以比较快。比较快啦，可是用白饭的部分哦，它的米饭会比较利一点。洋葱什么时候下？这边等下会在那边炒一下，在这里下。啊，对。好，来这边有两颗土鸡蛋蛋黄。吴师傅，你们澎湖产海鲜，所以你们都下重这么重的本哦。海鲜是我们算我们的调味料。哇，这个话也太……海鲜算我们的调味料啊，太豪迈了吧！来这边加点米酒。对，台南的温体牛就是台南的白饭的意思。点心，点心。时间剩下两分钟。台南人最爱的点心。好，现在目前有五分熟了。那个中卷，快五分熟了。哎呦，所以放下吧。这五分熟，然后把这个放进来，放在中间。这么多洋葱啊？对，中间这边加点香油。哦，锅盖要加盖吗？好，来这边拿一个盖子。他用高温的情况下，用这个酒气，酒蒸的效果，温度更高，更高，熟得更快。对。快要起锅以前，就把那个芹菜珠、芹菜珠跟蒜酥丢进来。一定要有芹菜。这时候准备进入调味的阶段了。刚刚已经调味了，看下来的盐巴跟胡椒粉。盐巴、胡椒就够了。对，就够了。因为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，那个温度很高，够咸。刚才用的酒蒸的效果，我觉得他上次也是表演这个好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锅熟的特别快，对，然后加热很热，酒加酒加加盖撒在里面，哦，它里面的温度就高超过100度啊，会简短一半的时间，一下就熟了。哦，这是一个技巧，对，酒蒸的时候。蟹黄，那喷的，特别好。尾巴的部分会带一匙的糖进来，哦，加糖，加糖，倒数最后一分钟，多少糖跟多少盐，分几分钟？对搭，有一个什么香味出来？有一个跟刚刚不一样的香味，那边的香味是那边的，那个酒酪香，酒酪的香气，嗯，哦，这个一定要吃到了，阿妈，哦，我就按到，我大概都冇做按到，哎，这个，哇，哎，这一锅如果餐厅出这么好料，一锅要多少钱？我看3000起跳，真的，你这个都是 A 级的海鲜，那个三倍也那么大，它有沙姆，对啊，吃中卷，还有石尾虾，出彩啊！而且我还没下来这个，啊，能爱被啃，哪一个哪一个？等一下，等这边，等这边上来，这边让它有点热度上来之后，有没有？就哦哦，啊，等一下吃的时候就霸王海鲜就完成，漂亮。对啊。
一定要吃到。我们没有吃到，等于我们就输了。真的，那一桌子奖就拿不到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们要拼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请就站的位置。我们要吃的东西又不一样了。对，为了要吃到这个霸王海鲜之后，我们要把演技真正的演技拿出来。没错，真的。我们输了连奖品都拿不到。我没有输的本事。来，吃的是啥？有一个吃的是巧克力夹心饼干，有两个是黄连夹心。哦，所以哇，黄连，黄连，哇，你这是塔利班的准备人。我也觉得，这里是阿富汗吗？光讲就话多。鼎明哥，你们想要先看谁演？晨晨哥好了。啊，太小了啦！是有东西在你手上吗？也太小了吧！啊、走一个，光开的波子。走一个，走一个。舞台剧天王，咬下去，扣，抿一抿，不准咽，抿，不抿的，来了，来了，血压上来了吧？是不是太甜了？觉得甜的不舒服？要吃完给大家看哦。换谁？邱勇。换邱勇。好。还好他小，他的眼睛像爆炸似的，砰！还好他小。要咬。反应太快哦。咬。还没呀，没吃完。哎呀，你不要含着哦。不能，要吞哦。被发现。好啦，换小优啦。哎，走一个。走。你要去哪兒？回鬼门关。鬼门关都已经关了，他还没回去。这是我看过你演的最好的一次。谁吃到正常的？觉得是小优。人生嘞？啊，也有可能是，应该是小优。你怎么问？我发现我问错了。赌林哥觉得嘞？赌林哥，我曾国城吃到巧克力。他长那么甜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演苦不像。哇，就是小优或陈哥。好，请给答案。那你们猜拳。好，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好，那你去。小优。哎、欸，我们观众好喜欢这个单元哎。小小的一块，看一下镜头。女孩子名字起坏了，她疯了。因为是那个甜的，但阿妈用就没有很苦哦。她的人生不知道苦跟甜了，她只认甜了。她疯了，我真的。你是打了哪一款疫苗？好，赌林哥，你看是另外一个吗？下一个吗？来，赌林哥来哥了，看准不准？没有这样舔的啦，要放心去吃，不能用舔的啦，在里面啊。聪明，这样吃就聪明了。苦不苦？干嘛要变成苦的？吃苦的，吃苦的，吃苦的，是苦的。你猜。甜的，聪明，甜的，哎呀，哎，真的很苦。哎，我娘啊！哦，那个黄，阿妈可以吃霸王的海鲜粥，很烦呢。我来，让你知道我们苦才有多苦。那个尾韵啊，师傅那边给我干贝，对，然后你要干贝是不是？就跟包子一样干嘛？没有拿，来，再拿，先拿。阿妈，我叫不？爱说你嘿，好叫不？何姐，你有感觉吴师傅对你的爱吗？有吗？我无感觉。无感觉。哎呦！因为着你煮出煮这大只，你阿妈阿妈已经心如止水了。阿妈。还要啦。想的敢有感觉。哇，那讲到黄脸了。就扣哎。太苦了，那扣。好吃。那姐姐呢？哇。海鲜非常新鲜，非常新鲜，没有吃过这样的海鲜粥哎，很鲜哎，多了一个鲜味。嗯，我觉得后面加那个糖有差。庭云觉得嘞？我觉得这个味道很有。是不是他在舌根有看到？怎么说？我也看到，就是他那个饭的味道很烂，就是
有一点点，还是颗粒感还是有。对对对对，有那个米香慢慢出现，然后米香垫在下面，然后再来海鲜的那个鲜味，一层一层慢慢。讲的很好，很好，对对对。这个在检验很久。那个明天过来这边报道啊。阿妈有愈食愈煞嘴无？有吼，内底食许烧啊甜甜啊无？迄个是我的爱哦。晚上不想回台中，都不厉害哎，都不厉害，是台北。你现在要收留他？不是，你太恶心了，你被演艺圈教坏了。阿妈，你今晚刚困下去？也没有，我在困未起。阿妈困未起啊？你没有发现，这个霸王海鲜粥有个东西一定要加的，就是酒。它酒其实算上起来加不少哎。它刚那个蟹黄里面有加酒啊。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做海鲜的时候，干酪也加酒啊，倒回来，对不对？酒味现在还重，会重吗？一点点的酒香味，一点点。鲜味就提出来了，甜味，精彩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们海鲜粥还是先炒一下比较香哈，不是直接丢下去煮就。没有没有，你还是有一些该爆香的要先炒，然后再跟它做结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么好？好，下两边呢，比数1:1是平手的哦，所以还不知道谁是冠军哦。我们的接下来就是要比菜了哦。啊，要煮菜是不是？爱做菜啊！有没有做一道菜给你们吃？来，我们指定菜是什么呢？挑战赛指定菜什么？麻婆豆腐烩烩饭。指定菜挑战赛，准备各酒归。两边替你们自己的队伍加油，因为就看这一次的哦，好不好？后面有求救版1234，里面有什么内容？一定做好球哎，我蛮怎样哎，好，里面放的每次都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宣这边。来，很火，我知道直接很火，我拿不准，所以哦，聪明聪明，哎，不能加了，不能加了，我只说聪明哦，哦，聪明聪明，我说聪明哦，聪明聪明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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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先放到水锅里，哎，是烩饭哦，你们饭有要另外处理吗？好，水已经开了。然后这水里先入点味，所以放点酱油跟盐。Yes。哎，陈哥这道菜他真的是蛮熟悉的了。哦，白色绿色分开。Yes。哎，我们今天有观众哦，十分钟内要赶快把它搞定哦。阿妈，你看菇啊，干贝要紫菜。哎，养鸡菜喂。我都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哦，鲁林哥，你给阿妈讲点你的拿手菜。不爱你。好啦，这看起来蛮稳的啦，我们看一下，关心一下陈哥，好吧，来看一下对面来，怎么样？只要走两刀哎，这个香气都出来了啊，那你再那一刀，有那个张主在教哦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没有，听到小优说再一刀哦，真的是哦，包的拿起来，啊，里面可以的，哇。酷水乌啦吼！哦，阿妈讲酷水袂歹，你嘛做过安尼有无？哎呦，阿妈酷水拢有哦，阿妈你是讲你最爱电的啦？等一下再给阿妈看。你卖乱改水了，阿妈无这个意思啦。是什么意思？陈哥，快你翻一下豆腐给阿妈看了，快翻豆腐。对对对，翻给他看。等下，等下，吼，哇！阿妈，你莫，阿妈，你莫看伊，看看你又爱着伊啊，无爱着，无爱插我，用全部炒一些。你看，他又用这个，哇，花椒油下去又更香。哦，陈哥很厉害的，就是在这边香料油的堆叠。啊，我当时输吼，就是盘过头啦。啊，你这两个一起锅在吃麻辣锅吗？拿那个小碗来，我弄，小碗小碗，肉酱来。不叫叫，我们要过去了哦。不叫，先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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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这样，看母狮这边。啊，怎么这边好像就没有那个香气了哈？这边果香气，你洗下鼻腔杀掉哟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阿妈平起来，不，阿妈平也掉了。阿妈有无？有喷过。哦。哟。啊，那果香闻不到味道的都要去做筛检哦。都有味道啊。两边闻到啊。不要注意一下时间哦。目前看两边的肉全下哦，两边都全下哦，都在炒肉，都不叫，都不叫哈。哎，你们都有看我们节目嘛？你们觉得哪一个球就最好笑？唱歌啊，唱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拍狼啊？哎，我们站在台上都唱出了，姐姐唱歌。你们不要再给制作单位意见。唱 GAO， 唱 GAO， 然后冤交。唱什么 GAO 啦？
这太难了吧？咱家这豆腐坑落去，你就太难了，多难唱。好来，陈哥，那快做完了，有没有看一下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小心你的窗帘布。陈哥有需要救一下吗？太稳了啦，他太稳了，而且几乎做完了啊。他球队也是四位到位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哈，我刚刚都没有教他呢。陈哥，眼睛都可以。你刚有教邱勇要怎么求救吗？没有啊。求救要教他。来哦，哎，北湖哦，你们现在做什么？这边饭还要炒过，饭拌一点哦，麻油料。哦，辣豆瓣啊，绞肉啊，葱啊，再把它炒香。对，把它炒香。有一点小小的魅力。小小的哦。所以要不要求救？要啊，要啊。救一下老师。好了，救一下，救一下。救了，不要，不要。我阿妈带点姜饼回去。小优选一个。我吗？三。三号哦，来来。哇！全力抢救。全力抢救，60秒了。全力抢救。酱油再一点，酱油再一点，酱油来，酱油来，酱油。哎，这边顾问是陈哥啦，哎，抢救，老豆没有再来，他问他啦，哦，对，好，哎呀，不搞你输皮的安怎？阿妈兄弟哦，试一下味道，阿妈兄弟哦，都开始广播了，哎呦，给你金汤加型男大主厨哦，给我一点糖。你拿出的到理想办公室要改广播啊，加个半席就。对，好，你讲，你变了，哇，你长在他隔壁而已哦。广播自己要做，全你都会知道，没错，对吧？放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饭感觉比较油，是不是？不会，不会，辣下去就不会，然后下来就差不多。哦，有抄底的拌饭比较香。这么快？嗯，然后等下酱调好，全部调好再进来就好。因为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我们现在看对面要不要抢机哦。走吧，好，就朵林哥。一二四，一二四，你选，选一号，好来二号，二号，啊手勾手，手勾手，抢救60秒，对对对，然后嘞，好60秒计时开始，来朵林哥你把饭放进去，我把饭放这个小时就好，对，那这个它是会烫的，不用那么多，不用多。哎，人家就手要这样子，勾手，勾住，好，哎，弄弄就公平了啦。哎，这个这个，我来帮忙，我来帮忙。哎哎，可以，两人三角的概念是？对，啊，哎，要两边加。要什么胶吗？要。啊，你的葱花要加一加不？我这火是不是太小了？我已经最大了。这个待会我先放一放在这边，不是，朵林哥你炒东西哦。我来，不要有习惯压，不要有习惯压，压的话会松。哦，压会怎样？我们可以换边，压的话不会松。要换边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换边。好，换，一个换去。还有交换，快，没时间了。礼拜花4年哎，阿妈是觉得他们很没有默契。礼拜了哈，阿妈快去来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好，然后勾芡哈。好。时间到，好来放手了，好来最后30秒，要快哦，快点哦，啊陈哥他们起来了啦，已经好了啦，看你们这边的香气还是要炒过哦，你们豆腐还没勾芡是不是？还没，昨天会勾。哦，朵林哥你在忙什么？我觉得很好吃，这很香，阿嬷外来跟你选错人的了。哇，阿爸，你选老公选对人了，但是你这次选师傅选错了。翻，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我们来上桌吃看看吧。那个橘色的是哪边？这边是橘色，哦，阿陈哥这边是绿色。我们先吃绿色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妈，这边这堆的哦，哈，你支持这堆的啊，哦。这个我的豆腐蛮好吃的，看不到还。这个麻跟辣的效果。嗯，还可以接受。用心体会我们的花椒，两花一堆。好，来，阿杰西，哎，哇，朵林哥那边呢？哦，你们这队的猫鸡啊，你跟笑到到家了。我加的，赞哈，赞，来讲。阿妈，那队也是赞哪里？两队都赞哪？哦，不好评哦，有差异哦，大家吃得出来哦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投票了，准备，麻婆豆腐会换，获胜的是1、2、3举牌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哎呀，杰瑞先说。陈哥这边稍微差着一点是，
真的就是橙也是香料油，拌也是香料油，因为它的这个油脂感重了一点。那伍思哥这边呢，它的酱汁还有汤汁比较多，比较像所谓的这个麻婆豆腐烩饭的一个感觉。哎，所以我就票就投到了这边，懂吃。听一下比较资深的朋友怎么说的，资深的朋友，资深的朋友。既然是麻婆，其实麻跟整体的一个香气、锅香味，其实陈哥这边做得很到位。哦，这边一开始入口的时候就少了那一股的香气，后面的尾韵才会出来。太闷了啦！啊，这可惜，很可惜。这个如果酱汁再多一点的话，这边一定会又会翻票了。哦，那这边就是很顺口的一个麻婆，因为汤汁多嘛。那陈哥这边还会比较有麻香味，会比的比较够一点点。啊，所以比赛结果2-1，准哥就。恭喜赌赢哥这组。好，我们这个哎，哎，下次再评哦，好吧。希望你们今天赶上高铁啊，赶回去。谢谢。也祝我们的甜心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喜欢吃麻婆豆腐的朋友天天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。新二代料理赛笑点满满，母女携手做菜竟变成吐槽大赛。前五分钟，你们有投保吗？马瓦斯险啊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想换把红换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帮忙了，可以帮忙了。其实没有拆。你去他家，他冰箱打开。她老公知道吗？我老公躲在衣柜里面。切成这样子很容易就没味道了。哎呦！打架打架，法师傅119彩花姐，彩花姐，嘴巴眼睛定菜名，难倒亲妈，小孩自立自强，厨艺大爆发。你在吃的过程中，如果看到前面有一个灯笼，不要过去，有一个桥，千万不要跨过去，要备好哦。2-1，井盖，记下来，记下来哦。待会把你看到了，就跟妈妈说。这样就知道了，知道，这样就看懂了，我都看不懂，他一眼就知道了。对，哦，这以这菜哈，头前哈是一个，哎，那种有到五九五，对，有五九五九五九，我都曾经怀疑度他可能在这故意用别的豆腐，应该是用别的豆腐，粉水，对。你做的，坏蛋！那整个大厅我做的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